他们从一出生，然后就会被分身到台湾各地。我就看着那个照片，我就越看越眼熟。原来我跟这位狗狗的饲主聊过天。有兄弟，乖乖吗？你怎么差那么多？你是哥哥了。有一天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很有感触，然后他们从一出生，然后就会被分身到台湾各地，就是自己的那个兄弟姐妹，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记得，然后也不知道自己有兄弟姐妹。那时候呢，就突然很想要帮荷包蛋找到他自己的兄弟姐妹，妈妈、爸爸妈妈一定是不可能的嘛。所以呢，我就去联络，就是我带荷包蛋回家的那间宠物店的那个店长去联络，看有没有机会让荷包蛋再见到他的这个兄弟姐妹。我跟那个店长讲了这个企划嘛，那这个店长也是非常热心的帮我，他就开始去帮我问一下。可是因为他就查到说荷包蛋他那一胎是生了三胎，原本三胎都在这个宠物店这边，但是有一胎被他们的那个宠物店转走，转到台南的宠物店了，所以就等于是说这一胎只有照片，但是就是没有联络方式。因为如果这样子一层一层的联络下去有点太麻烦了，所以就只有看到台南这一张的宠物照片。然后另外一个是在彰化，那这个饲主呢可能就是比较怕被打扰，然后也不愿意给透露联络方式，所以就我也没办法再继续的追问下去，所以彰化这条线是断掉了。但是台南这个有一张照片，我就想说怎么办，我就不好想，就是我就看着那个照片，我就越看越眼熟，想说怎么会有，就是这只狗狗好像有在哪里看过。结果我就发现原来我跟这位狗狗的饲主聊过天，然后我就去比对那个斑纹，然后越比越像，一模一样啊，好不好看啦，哇，被烤啊，你搁底下乱广告被烤，对啊。然后我就比对那个斑纹越对越像，然后我就突然我发现那个荷包蛋的弟弟或哥哥了，然后我就马上去觅那个饲主，我超级紧张，我说一直 hello， 我发现我们家的那个荷包蛋跟你们是兄弟姐妹，重点是我们上面聊天讯息还是说，哎，我们家也是8月21号生嘞，我们同一天生日，好巧哦，所以我们之前就聊过天了。然后因为那个他就是在台南带他们那只那个小狗狗回家的。然后我就说我一定要去台南找你，他就说那个他男朋友刚好在桃园，那我们就约在桃园见，刚好他们这周要上来桃园，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要带荷包蛋的寻亲之旅。我那时候查到那个他的那个兄弟姐妹的时候，整个在那个客厅大哭一场啊，现在想想有点泛泪。就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跟我身边的所有人讲，他们都说啊还好啊，我说你不觉得很可怜吗，他们一辈子不可能再有机会见面，但是我却把他们都找回来，不管他们见面会是怎样的情况，我很害怕他等下会攻击人家。因为荷包蛋对其他狗狗目前我都还没有观察出什么端倪，因为他对狗狗就是无感，他只对人会特别兴奋。我们就出发荷包蛋的寻亲之旅，我们今天约在一个桃园的宠物餐厅。好棒啊，荷包蛋怎么那么棒，你要去见弟弟或哥哥呢，见弟弟或哥哥。好，我就是还是怕就是有一些就是爱狗人士会骂我说怎么小狗就带出去了。我们荷包蛋是已经打完第三剂疫苗，11合1，又还有加狂犬病疫苗，然后一个礼拜妈妈都讲话才带出来的，好不好？我们剩3分钟，好紧张哦！怎么会那么紧张啊？又能见网友的感觉。等呢？坐好。好了好了，要下车了。等一下啊。吵架出来嘛是忝的。哎呦，好大！风好大。会不会没有人？
他们偷看啊。干架。不行啊，不可以啊，好吧，蛋。干架。哎呀，不可以，爸爸。是吗？是吗？是哈。好吧，蛋。好吧，蛋，你的兄弟姐妹要来了。好恐怖哦，好紧张哦，怎么有一种要嫁女儿的感觉啊？你是儿子，我等一下跟他们讲就好了。好包蛋，哎，你们进来，你们哎，好，那应该可以，应该挤得下。你好，你好，你好。爸爸，你的哦，他还没见到他。你们能说爱吗？不说爱。有比较大只吗？对。看人家的这么。没有，你们可以先啊，你们可以先坐隔壁。小兄弟，乖乖吗？怎么差那么多？你们也太小，超可爱。哎，红包蛋怎么巨大那么多啊？同一胎哎！同一胎。红包蛋太胖了，你太胖了。对，你是哥哥了哦，你是哥哥了。哎，他们他们原本一开始小时候是被关在隔壁笼子的，因为我一开始我去那个看红包蛋时有看到他。是他吗？对啊，就是隔壁就是他啊。隔壁很乖的就是他哦。对啊。然后现在叫乖乖。一点都不乖，叫乖乖那么乖。他那时候在笼子很乖，他那时候在笼子也很乖。他叫我咬起来怎么办？就是可能就是兄弟阋墙。他应该就完蛋。哎，何不能超大只怎么办？哎，那玩起来。玩起来。哎，你们的好激动，好好玩吗？荷包蛋会怕哎。荷包蛋会怕狗。什么？会怕狗。我抱乖乖看他会不会生气。好轻哦，好久没有抱那么轻的东西了。我看看好不好，他会不会生气。好棒啊，好棒啊，好棒啊！哎呦！哎，好不好，他完全不会吃醋哎，完全不爱我。看那是谁？那是你弟弟哎，是你弟弟哎。乖乖来，乖乖，乖乖，他可能要尿尿喽，我感觉。天哪，兄弟见面，好嗨好嗨，很怕他会怕人家，我怕。哎，你太激动了，乖乖，乖乖，把我们老婆蛋打在墙壁上呀。好可怜了，好可怜了，妈的！你怎么没这样子？先生，你怎么会来了？你被欺负要讲的，我妈的好可怜。好了，好棒啊，好棒啊！好好笑啊！我们家的真会怕狗哎。这边也持续多久？哎，他超兴奋的，人家看到，人家很久没跟你见面了，你还不兴奋吗？对啊，这是你弟弟耶。乖乖不要咬人家哦。好，好棒哦。好。看我们家的包蛋吓到了啦，吓到了，他被那个乖乖太兴奋了。你怎么可以有这样有偶包、哦？他现在大牌了呢。他第一次吓成这样，你是大牌了。好可爱哦！他摸起来好扎实。很厚，对不对？肉很厚。很扎实。这个头的，就是可以这样包嘛。然后乖乖是还会陷下去。你抱他一定很，你会就觉得很重。你们是怎么养的？他是本身贪吃，是不是超重的？真的有他，而且抱起来有他喜欢抱，他喜欢被抱，他抱着会很乖，而且他不喜欢他散步散到一半，他会突然间要人家抱，
好，你看好棒哦，你看。好激动哦。怎么差这么多吗？那他等一下应该就累了。他等一下就累了。现在累了。好小吃哦。他但是高度差不多。焦糖想玩。好，谢谢。送你的。还送。我真的，我们荷包蛋真的是不缺礼物。真的送我吧。谢谢。是什么？哦，巧克力啊。谢谢你。可是我没有准备你们的礼物哎，我没有准备乖乖的礼物。这个是荷包蛋的这个袋袋，他自己的，然后。里面因为有说他们家的那个狗狗有比荷包蛋小只一点，所以有些荷包蛋穿不下的二手衣，看这个乖乖可不可以穿，因为我怕，因为荷包蛋穿下去已经现在有点紧绷了。现场试穿。对对对。好。这样贴纸。那我们坐在这里就好了。你哥哥他们要坐这么远吗？很多位置哎。不抢是。哇。好棒。这才是正常狗狗的表现。是这样吗？这是狼度无忧。没有，他抢他的食物，他会就是，他会凶啊，会啊，他会凶啊，就是会有点，有点护食啊，对，护食，但他不会，荷包蛋，他为什么不会？哦，你哦，一点警觉性都没有，对，一点警觉性都没有，一点警觉性都没有，就是继续吃。他现在对他很好奇，为什么他有？为什么吃我？为什么他有？没有，为什么？要从我，要来，拿东西给我。没有，我点那个鲜食，他们可以一起吃啊。至少乖乖都不会怕生呢。呛啊！荷包蛋会怕狗狗哎。真呛呛啊！他太少接触狗狗了。对，我没有让他接触狗狗过。从来没有，这是第一次。因为打完预防针。就是我会怕，我就想说，我而且我担心他被咬，所以我怕别的狗狗暴冲。OK。哇，拜拜拜。拍起来。好，再传给你。帮我拍照。好。谁会先吃完？花椰菜怎么会飞出来？荷包蛋你吃很快，你真的是荷包蛋吃完了啦！你真的是，难怪会胖。他们好像有点停下来。对，他停下来了，他是吃饱了。你看人家吃这么慢，人家慢慢吃就好了啊！你这样狼吞虎咽哦。吃到靠太吃了。不可以，他不敢去抢，他不敢，他不敢抢。哎，后面怎么发呆？哎，太棒了，他不敢。他想说什么对方还有？哎，你怎么敢？不行。他在干嘛？他想干嘛？他想要拉他的玩，他想拉他的玩。反而比较亲人，反而怕狗。这两次玩得比较开心啦，这才是正常的玩法。正常玩法。教他，你要轻轻的教他。被排挤了。好的，来，好了。他们两个玩得很开心哎！哎！怎么都是荷包蛋在给人家追？走了，荷包蛋走了，走了，荷包蛋走了，回家了，荷包蛋走了，走了。好吧，那走了，乖乖走了。两个主人在那边叫了，好吧，吃饭饭了，吃饭饭了，好吧，蛋，完全不理我们了，乖，退下。焦糖，焦糖，你想玩的，焦糖很想玩。
乖乖输了，哎，荷包蛋，荷包蛋，荷包蛋，是吧？好，你抱住他呀。我们现在回台北了，荷包蛋跟乖乖说拜拜，我们下次见喽，下次再一起来游泳。拜拜，跟他说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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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一起走？走，走，拜拜，拜拜，不是吃的哦，知道死钱包，谢谢，好，我们要回家了，好，可怜的荷包蛋。要分离了，恭喜啊！你在干嘛？哎，不行吗？不行，没有，他是要滑下去了。太累了啦，真的累了。好累啊，我笨蛋。真的。完全睡死，荷包蛋。